欢迎收看《传说对决英雄放大镜》，圣域之辉洛伊，我会努力守护你的。洛伊在一开始就被卢米亚带回了云中殿，同时也将他送去赞尼尔座下，让他在空间魔法上的天赋得以展露。赞尼尔甚至以有些人出生就到达了终点来赞叹洛伊。日后为了不在战场上出错，洛伊将队友们的战斗方式、出招习惯通通记住，最终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虽然他依然不敢直视别人的双眼，但是没关系，他拥有自己的无限折叠空间，在这里他是绝对的主人，他掌控一切。被动浮光，洛伊提升自身和附近友军英雄的移动速度。第一招圣辉镜，圣辉翼镜，洛伊在指定位置召唤光能法阵连续打击，每次打击造成魔法伤害，并对进入区域的敌人造成沉默效果。翼，洛伊朝指定方向召唤并发射能量之翼，对陆地上的敌人造成魔法伤害与击退效果，该区域会持续增加内部友军的移动速度。第二招归墟之门，若依召唤次元空间，四秒后会将法阵内的友军英雄，包括若依，传送回出生点，并获得加速效果，同时回复全部生命。大绝招圣域守心，若依在指定位置召唤圣域，对范围内敌军造成魔法伤害，并使所有友军英雄都可以在八秒内传送至圣域一次，圣域持续八秒，并增加范围内友军的攻击速度。娇滴滴的若依是一支非常强大的辅助，他的一技能不仅可以沉默，还能击退对手，能在团战开始时有强大的先手控制权。第二招和第三招则是他的最大卖点，时空间之术。简单来说，二技能将队友传回家，大招将队友传回来。跟着旁白哥念一遍，二技能回家哟，大招回来啊，二技能回家哟，大招回来啊，耶耶。不小心唱起 rap 来了啊。最好搭配的连招就是在释放大招的同时释放二技能，这样队友被传送回家后又能马上补满血，让圣域传回来，使对手毫无招架之力。而时空间之术虽然很强大，但也非常需要队友的配合，二技能要非常仔细地判断释放时机，才不会在队友把敌人打到残血时被你给传回家了，到那时队友生气可就怪不了别人了。大招的释放也同样重要，不仅要仔细判断多打少的时机，甚至还有五人拆塔等等，太多玩法了。若依绝对值得挑战者们细细品味，摸索出一套最适合自己的玩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卢芝芝芝。有关注我的人一定知道，哈哈，我的辅助玩得还不错啦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当然是要来推荐我们最可爱的新英雄新辅助若依。若依的推荐奥义为红色、荒芜、紫色、精灵、绿色、英勇、纯洁。若依啊，它是一只能够创造无限可能的团战型英雄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当然需要把它的冷却缩短，提的提到最高，让它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马上开出大绝。呵呵，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喽。若依的核心价值在于保护队友以及传送队友的能力。在危急的时候可以救队友，在意想不到的时间还可以好好的开战哦。因此在魔文的选择，我会使用河道巡游、自然恩赐、丛林游侠。选择河道巡游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帮助跑线快速的到达战场。自然恩赐，哎呀，没办法，虽然我们是个辅助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坦度啊。丛林游侠是因为我们可以利用他的普攻缠住敌人，留住敌人，在会战的时候可以达到更高的效益哦。洛伊的装备我会推荐出风魂纹章、圣骑士战靴、圣骑战盾、仙灵吊坠、冬日战斧、涅槃之刃。核心装备我认为呢，圣骑战盾以及仙灵吊坠，它可以将洛伊的冷却缩短撑到最高。圣盾和仙灵不仅提供了高额的冷却缩短，同时还提供了高额的物防还有魔防，对于洛伊有很大的帮助哦。洛伊的挑战者技能我会选择治愈，
再配上辅助装风魂文章，这样啊，在会战的时候，每一次打，每一次都让对方觉得，为什么我怎么打都打不死。落叶我会推荐优先升级一技能，因为一技能除了可以沉默，还可以击退敌人，哼哼，这是不是太棒了？若一的技能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，可以用大招一次传送队友过来多打赏，也可以将残血的队友瞬间都可以传送回家了。最常用的应该还是先用一技能控制敌方，再视情况传送队友过来或者是救队友回家。当然也可以同时使用二技能和大招，因为大招的存放时间比较久一点，二技能能够传送回家之后立刻满血再传送回来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团战技巧哦。啊，另外若一这个角色啊，比更多的辅助角还要更需要去看小地图哦，因为有一个小 tip 是我偷偷可以告诉大家的，那就是拯救你的队友。当你人在某一个野区或者是较远的地方，看到你的队友正在被追杀，这个时候冷不防的开个一个大管，对面的人就会觉得啊，什么，我刚刚不是快要把他杀死了吗？怎么就不见了？这就是若一的爽度哦。以上就是圣域之辉本人对若一的浅见啦，哈哈。所以呢，喜欢我的挑战者们一样可以按我的粉丝专页还有我的 IG 来关注我哦。另外我也在Twitch上面也有开直播哦，只要到Twitch上面搜寻夏如芝就可以找到我了哟。挑战者们请继续支持传说对决，到 Garena 传说对决的粉丝团按赞哦。我是芝芝，哈哈，你的最强辅助。订阅 Garena 传说对决官方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即刻提醒最新影片精彩赛事不错过。